第七题，要找转品，哪一个是名词转动词呢？你看，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绿本来是什么词？它是颜色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本来，你看哦，绿肥红瘦，这里的绿已经不是颜色了，这里的绿是叶子。我画到这边来啊，它已经变成叶子。那叶子你知道它是名词啊，对不对？那它本来是什么词呢？它本来是绿色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本来是绿色的，它是什么词？它是形容词。所以它有没有转品？有啊，它的词性转变是形容词转名词。可是我们要的答案是名词转动词，哇，不符合哦。所以答案不是 A。红的火红，你看火啊，冬天里的一把火，所以火本来是名词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它后面接的是红，红是形容词，你要记住哦。如果后面是 ADJ 形容词的话，它的前面就是 ADV 了，所以就是副词修饰形容词。那你就知道了，本来火是名词，这个地方却变成了副词，这样看得懂吗？可是我们要名词转动词，它仍然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对不对？ C 选项，牵引我的趣味，趣味本来就是名词，它有没有转品？它没有转品啊，趣味本来就是名词啊。老吾老及人之老，老第一个老是什么词？第一个老是老人哦，本来老是老人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写在这边，老人它是名词，可这个地方变成什么呢？变成照顾哦，就是老人可以得到安养，这样懂吗？所以它是不是变成动词了？有没有转品呢？当然有啊，就是我们要的答案了，名词转成动词。幼也是一样，本来是小朋友幼儿，现在也是一样照顾啊，所以变成动词了，懂吗？所以答案是猪。第八题，什么叫转化？记得吗？我们刚刚有讲过，转化有三种，拟人拟物形象化。好，那我们找 A 选项，我们都是泡沫，轻轻一碰就破。我们跟泡沫有什么共同点？很容易一碰就破，所以它是譬喻，这样懂吗？它是譬喻， A 是譬喻。来，老师写给你。好， B 选项，你看哦，钢琴会陪你吗？不会吗？对不对？大提琴会睡着吗？不会吗？对不对？这是不是都是人类才会的？所以我们就知道 B 选项它是拟人咯，转化中的拟人。 C 选项，你看大大的飞机，旧旧的录音机，这两个相反啊，所以它是隐称。好，再来注选项，你是一滴滴隐形的眼泪，风一吹就干了。你看，你是什么？你是眼泪，所以是不是譬喻？对不对？你就像一滴滴隐形的眼泪，不是只有看到像才是譬喻，这里的是它其实就是像咯，再懂吗？所以第八题答案是什么呢？是 B， 转化其中一种就叫做拟人。